谢谢。又看26场的演唱会，谢谢谢谢，还是你自己第50场的红馆演唱会。对，我觉得哇，时光飞逝，这26场，虽然这次分开两次，第一次10场，第二次16场，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刷新的记录，所以今天特别的高兴，然后也不觉得累，可能待会回家就会累了，但是今天晚上我觉得还是很感动的，尤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吧，因为50场的红馆演出在我的演艺生涯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刚刚你在台上也有讲到，就是你的声音其实唱了半场以后才好像开了。其实今天我们彩排了差不多1个小时，所以其实嗓子是已经开的，但是不知道就是可能观众太好了，并且今天是尾场，然后一直状态都非常的好，那就让自己本来希望能够再唱久一点的，但是由于就真的不想打扰红馆的同事下班嘛，所以就下次吧。那你知道刚刚你就是 encore 了5次以后，然后粉丝在这边喊了大概30分钟。我知道，其实我很想上去 encore， 但是因为红馆这边真的，其实1点多已经是，因为他们的同事都要上班上得很早，对，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以这个主办的场地的员工的规定去做。剛才伊瓦娜同你講嗰啲咩，令到你咁感觸喊咁樣咧？沒有啊，他就把我們之間的一些，很重要的對話，然後，因為我跟他是什麼，就是我們沒有事情不聊的，但是有些話說完以後，可能因為说大家互相之间说过太多互相支持的话，所以我都忘记了，但是他今天一提起来马上就戳到我的心，然后我在台上就崩溃了，那个真的受不了。你是不是没有想过他会写一封这么感性的感动的信给你？真的没有，因为他，你知道大家看到他也觉得他很搞笑，对不对？大家我都以为他会送一些很鬼马的东西，但是没有想过，就是因为始终我跟他真的是20年的感情，所以他一念那封信的时候，都是历历在目的画面。就几句你都已经哭了。对，我一下就来了，真的，我长那么大个人，我还真的没有试过，因为我还是有比较理性的一面。但是他一说那句话，我就像画眉一样，那个脸错全部南怡好北都挤在一起。我们台上观众看得很开心。但是我很感恩这个26场的演唱会，我们应该有将近50位的嘉宾吧，对吧？有没有，就有一些是两位的，有一些是一位，我想30多个单位的嘉宾，有乐队啊，有歌手，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我很感恩他们都在百忙之中都抽时间过来，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并且观众的反应也很高兴。那你刚刚台上就提到说之后其实你很快很想在1年以内就是开你那个馆另外的一些演唱会，对，另外形式的演唱会。对，那你如果在1年以后，你现在不是就是要开始准备吗？你还刚刚才完成一个这么大的演唱会，不会很累吗？我觉得还要再看吧，看疫情的发展，就是当然我希望我以我的状态下个礼拜可以再开，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疫情的发展，因为之前有一些医学专家说可能会有第六波啊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再看多一点吧。咁多晚加埋即系超市咧，罚款总数系几多？到今天下午我们的核算为止，26场，25场没有算今晚。25场，我们从第一晚开始罚款到现在，其实是超过7位数的，是过百万的。你知唔知你超时嗰时间已经超过了医生嘅12:11啦？哎，但是今晚不一样，今晚有3个嘉宾嘛，对不对？然后每个嘉宾一首半歌，那我觉得，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围场，整个演出，其实我们这次的创作都不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做一个让大家在疫情过后看得感动还有开心并且有这个正能量的演出，对，所以今晚大家开心就好。